6年的时间没有来，我上一次是来看张学友演唱会。对，这次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待了只有3天。但是我今天早上特别早起去吃洋茶，对，我去吃早茶。喜欢吃烧麦那些吗？烧麦。哦，谢谢。我喜欢吃哈达。哈达。嗯。所以会跟那个老公一起来吗？他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也是就是正在并没有一起成过来这边，对。的计划。今天是发展嘉宾，是发发那个最大的男配角，对，对，嗯，有那个心目中的人选吗？啊，你这个陷阱题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我都很希望每一个可以得奖，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亲手把这个奖项搬到他们手上，我觉得也非常的荣幸。这个机会的话，我非常非常的期待，而且希望可以成真。嗯、有想合作的那个明星吗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可以来香港拍片，然后可以合作很多香港的导演啊、新导演啊、制片什么的，我都想尝试。嗯，可以啊，如果有这样子片型来找我的话，我也不排斥。哦，没有，我觉得大家都很期待，但是现在还是因为我们手边还有很多工作，所以先以工作为主，然后顺其自然，对啊。都是茶门而已。就是顺其自然，对。你在哪里吗？自然。对，现在还是有工作啦，以工作为主。有机会对对对，嗯，后面应该会有机会，所以请大家期待。是预告吗？对。今年会发生吗？今年底或明年初有可能。对。谢谢。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